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今天我们首先关注中国的双十一购物季。随着购物季的提前开启，快递包裹的数量激增，首日就收集了7.29亿个包裹，较去年增长了74%。尽管经济数据不尽人意，政府也在推出刺激消费的措施，希望能激发消费者的购物热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快时尚巨头 Shein 的情况。该公司在2024年上半年的利润暴跌了70%，主要受到竞争对手 Temu 和 Zara 的压力。Shein 的营收增长放缓至23%，并且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伦敦 IPO 的挑战，投资者对其未来表现感到不安。最后，我们关注华尔街市场的走势。虽然近期市场表现强劲，但道琼斯指数已经连续4天下跌，投资者对未来的增长前景感到疑虑。政治不确定性和中东局势的紧张都可能影响市场表现，分析师们对当前的估值水平表示担忧，认为市场可能面临风险。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南华早报报道，尽管今年的消费支出数据令人失望，中国在双十一购物季的到来之际，包裹运输量却出现了早期激增。为了刺激疲软的经济和恢复家庭消费，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电商平台也纷纷推出优惠活动。与往年不同，天猫、淘宝、京东和拼多多等主要在线平台将大规模折扣期的开始时间提前了10天。随着预售活动于10月14日启动，媒体称今年的购物季成为史上最长的购物季。在这个购物节的助推下，中国快递行业也提前进入了高峰期，仅在淘宝启动大促的2天后，快递包裹的收集量就达到了7.29亿个，同比增长74%。在房地产市场低迷、就业前景不明和股市波动的背景下，北京希望通过这个购物季提升消费者信心。南华早报还指出，快速时尚巨头 Shein 在2024年上半年利润暴跌超过70%，主要受到 PDD Holdings 旗下的 Temu 和 Zara 等竞争对手的挑战。Shein 的收入增长降至23%，相比之下，2023年全年增长率为40%。尽管 Shein 计划在伦敦上市，但由于财务数据不透明和市场竞争加剧，投资者对其上市计划的信心正在减弱。Shein 以低价服装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成功，但面对来自国内外竞争对手的压力，公司不得不进行重组，并在新加坡总部裁员。Shein 高管在与股东的会议中表示，预计未来销售增长将稳定在20%至30%之间。CNN 报道，华尔街的连胜记录可能即将结束，市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强劲表现后出现了波动。尽管标准普尔500指数在过去51周中上涨了37周，但近期的回调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政治不确定性、市场估值过高以及经济的持续韧性都成为了当前市场继续上涨的障碍。尤其是前总统特朗普的选举前景以及中东局势的紧张，均对市场情绪产生了影响。此外，分析师警告称，当前的股市估值水平接近历史高点，可能难以维持。接下来即将发布的科技公司财报和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将是决定市场走向的关键因素。南华早报报道，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金砖国家建立替代美元的支付系统，但金砖国家成员国并未准备完全放弃美元。普京在俄罗斯举办的扩大会上承认，成员国并没有追求这一想法。分析人士指出，许多国家仍然依赖美元，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使得地方货币可以与人民币兑换。由于俄罗斯受到美国制裁的压力，其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的动机更为强烈。中国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使用地方货币进行跨境支付对维护货币主权至关重要，且美国政府的政策将直接影响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南华早报的另一则报道讲述了两名在中国重聚的双胞胎姐妹因创业失败而渐行渐远的故事。姐妹俩在分离30年后通过社交媒体重聚，情感深厚。然而，随着共同创业的挫折和财务纠纷，他们的关系迅速恶化。张丽和陈可可的创业经历充满挑战，最终陈可可在一次争执后拿走了启动资金，并与张丽断绝了联系。张丽感慨，金钱的争执让她意识到，亲情在金钱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表示如果可以重来，她宁愿不与陈可可相识。
南华早报还提到，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将于11月4日至8日召开会议，讨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问题。这次会议的时间安排恰逢美国新总统选举，表明中国政策制定者希望在地缘政治变化的潜在影响下采取预防措施。市场对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最新动态充满期待，会议议程将涉及国家金融工作、国有资产管理及法律修订的审议。尽管目前尚未提及与财政部相关的法案或预算计划，但市场对即将发布的信息充满期待。六度解析，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全世界顶尖的媒体，全世界顶尖的智库，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独一无二。六度解析，随时奉献。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ubrief.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A river, stocks to rise and sometimes shiver. Economy goes up and down. In this game, we wear the crown. Startups popping like the news. Crypto fashion headline views. Diversify your gains and play. Ride the wave, don't miss the day. Markets moving, never still. Cash in hand, it gives a thrill.Markets moving